大家快跑，有鳄鱼！接下来，欢迎我们的城市英雄查沃先生。 Monster in the Chinatown. Mr. Chabot, you bought the boat out of rescuers? 其实所谓的怪物呢，是一只名叫古斯塔夫的非洲巨鳄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已经将鳄鱼抓住了。各位，唐人街这次惨案的罪魁祸首就是他。 而将鳄鱼放出来的人，我们也找到了。我就是刚才你们看到那段视频的当事人。 鳄鱼出逃的责任都在我，唐人街信号塔的中断也是我的无心之过。但是，为了这一切的，不是古斯塔夫，而是查沃，是查沃。 他破坏了唐人街的信号塔，是查沃。他为了唐人街的土地，让他们接受不到预警的信息，他还绑架了我的女儿，让我替他撒谎。等一下，你想见你的女儿可不可以？不会吧？这种人啊，真的吗？帮我一个忙，你们是一个，就是十个一百的，我也乐意。切断了信号，延误了海啸预警的人是你，放出鳄鱼。 导致唐人街死伤无数的人，也是。就是你断的，就是他。从现在开始就是真的。把他关掉，想不想再见？把他关掉，把他关。查沃先生，你演了一出好戏。有种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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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 大家快跑！有鳄鱼，快跑啊！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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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
把他带走。Don't touch me. 会长。